Hello， 大家好，这里是 Carol 的 Pan， 我们玩的是 Cooking Mama。今天我们要做的是 Potato Witch。OK， 我不懂这是什么，有时要用到马铃薯就是了。哈，喵。哦，真是麻烦！哇，你为什么买这么生这么多元的马铃薯啊 ，Cooking 妈妈？哦，生这么多元是不能吃的哦，哈哈！竟然买了生这么多元，你有没有病啊你？哈！哦，又是我最讨厌的割削马铃薯皮哦！我在现实生活中也不会削皮的啦。不过这次好像顺手一点，这是怎么回事啊？上次好像很难削啊，这是怎么这么顺手了？哼，我真强大！时间又没了，救命！嘿，好，哈，当然了 ，finish， even better than the mama。这是干嘛 ？What the？ 哦 ，OK。我不明白为什么他那个只能玩呢？哪里？这开什么玩笑？哦，为什么他要拿？为什么他拿马铃薯来偷懒 ？Cooking 妈妈，你脑袋生了什么东西？哼！好，现在要干什么呢 ？What the？ 在干什么？哦，这到底什么东东？哦，天哪 ！What the？ 我随便让他按就 very well done 了。哇，老哎，我以后一定是个成功的师傅啊，厨师。哦 ，What？ 你在干什么？哦，真是麻烦啊！啊，薯片看起来好好吃哦，薯片哦，这是什么呢？最后一个步骤了 ，what the？ 你在干嘛？哦，好残忍哦！快点！我要 very well done， 我要100分，我要100分 ！No！哦，刚刚好哦，哇哦！好了，所以呢，我们 potato wages
100分哦，吼吼吼！妈妈 is 妈妈 is impressed， 呜，妈妈很开心哦。safe。好，我们今天做了 potato wedges， 大家再见喽，拜拜。